今年38岁嘅蔡卓妍出道至今样貌一直冇太大变化，可以称得上系童颜嘅代表。虽然佢入行以嚟以唱歌同埋拍电影为主，但佢亦曾经参演过唔少电视剧，当中佢喺2002年嘅剧集《齐天大圣孙悟空》里边饰演嘅紫兰仙子，至今令人印象深刻。早前佢拍片大玩紫兰仙子嘅滤镜，戴上羽毛头饰嘅佢，完美还原当年剧里边嘅可爱形象。事隔20年再扮紫兰仙子，毫无违和感，获网民留言大赞，仲系多年哥哥嘅小女孩。